女生宿舍一致对外，真行啊，也不想浪费纸啊，懂不懂先来后到啊你？哎呦，这不是老熟人吗？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八爪鱼啊，要占这么多座。哎，来来来，这儿坐。哎呦，也不知道上次那小球飞手机是谁先落跑了呀？哟，还真是塑料姐妹花啊！快等着。张静，有人说你在校园网欺负招娣啊？怎么跟我比招娣还钱啊？明明他欠我钱，我找他说清楚去。哎，你自己说的，打我的钱发了就还我，咋成我比你了你？我就是有个面试，想买一身好衣服嘛。合着你就是不想还钱呗？哎，不就几百块钱吗？你至于这么羞辱人吗？再说了，你要钱能有什么急事？你要帮你帮呀，我自己钱我自己还留着买手机呢。哎呦，大家听见了吗？张静逼人还钱就为了给自己买新手机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们这些穿名牌鞋的人生下来就有好运气，我就晚点还还不行吗？你哭你有理了啊？欠钱的反而成大爷了你？你跟他讲什么？蛮不讲理，干什么你啊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什么意思？哎呀，碰面也气我，烦死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吃这个吧。谢谢。还是海底捞做的小火锅好吃啊，全是肉哎。某些人哦，吃了三四十的自热小火锅，还逼着招娣还钱，说话都不用道歉的吗？哎，别干什么！张静，这是不还你钱那个招娣吗？啊，就是他！我今天逛商场的时候看见他在买包。我吃泡面省钱，他倒好，去买包，找他理论去。别着急，这事儿得从长计议。说吧，这包咋回事？哦，这包是我找朋友借的。朋友？哪个朋友啊？是我怎么了？我丢了一个包也长这样，怎么还不允许别人买一样的包了吗？之前我找小童借过这个包，不小心好像到口红，你这包上也有，不信大家看看嘛。这个包是我自己买的，我小票都在里面呢，我的发票一直放在里面，我还有购买记录的，真的是我自己买的。所以你承认这件东西就是你的？我不是故意欠你钱不还的，是小安说要给你点教训。哦，招娣，我应该跟你差不多，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比别人差。你做的所有事情我都拍下来了，你要是再有什么小动作，我把视频都发给辅导员。